我猜下一个嘉宾会是谁？汉哥吗？哎，等会儿，现在是3-1。那汉哥呢？不会是在另一个房间？我觉得汉哥要来了。哎，汉哥进来很搞笑哎，你不觉得汉哥？该不会鸦雀无声吧？这个整个现场的氛围会换掉。哎，来人了。嗨，汉哥！我说什么？果然准。欢迎。Hello。汉哥你好。Hello。汉哥你好。全部起立迎接。我们汉哥多拿得出手，走到哪里都是偶像，你看看。汉哥坐。你坐哪儿？汉哥坐。咱俩坐这边吗？嗯，是吧 ？C位。看得出，中中，我知道。你好。Hello， 君杰。你好。见过上次，对，上次见过。大家安静了，安静了。我跟你说，氛围会换一下，一定会。你最近开心吗？还可以啊，每天都很开心。哎，你是做那个就策展是吧？对，我的那个最主职的工作是做设计科技的那种展厅设计的。你还住吗？哦。我说每个人进来表演一个才艺，我劈了叉，他热了舞，他唱了歌，他劈了半个叉。我没有看到你才艺啊，汉哥。哦，哇，小丁可以啊，汉哥，你竟然说，你竟然觉得我骗你，那到你了。到我了，你要跳女团舞了没有？完了，汉哥要表演才艺，好开心！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因为欺负汉哥，我觉得心情特别好，有点上瘾了，咱们。我这样吧，我跟下一个一起表演才艺，好不好？万一下一个来的是这谁都无所谓，我跟下一个一起。行。我不会是下一个吧？超越啊！我走了，超越进去，加油！你就这么走了？我走了，我带上这个，你们随时指挥我行吗？好，可以。我打算就是我把这个口红抹到嘴边，然后看他们有没有人提醒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，就是不要夸张，不能太出去哈。要得看出来，我看得出来，不行是吧？我看，可以，去，可以，去吧，加油，可能人家觉得这是他的装笑，不敢跟他讲。对，超越能听到吗？哎，能听到。他怎么回答我们呢？对呀，哎，超越，快回来，超越，我们对几个暗号。什么暗号？对几个暗号。然后，比如说，我们喊超越，然后你就，对，就听到了我们说话，听到我们说话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给他设计几个突发状况，比如说我们说一个，我们只要说香蕉，你就尖叫，叫醒，什么反应？看他们什么反应。不是，七哥，他们又听不见香蕉，我直接说尖叫不就得了吗？我们这种智商可以整人吗？可以吗？确定不会被他们反整吗？可以，相信我们。对，好吧，去吧。那个超越，香蕉。哎，来。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超越香蕉。你少给我发怪声怪笑！香蕉。
好 ，Hello， 哎呀，好熟悉。哎，我看，哎，超越，你的口红怎么了？对，你的嘴巴怎么了？你刚刚在外面做了些什么？我怎么了？哦，他们在说口红了，被发现了。有纸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坐。我去看厕所有没有。涛哥他们呢？可能下一个来。哦，先来这儿拿个纸来。香蕉。乐了。这个厕所里没有纸。有了，找到了。哎呀，我爸，你怎么了？月姐怎么了？我小弟，我嘴疼。我们这个点好幼稚啊！我们来点，我看看。哭啥呀？因为自己太美，一照就自己被自己美哭了。我感觉好冷啊。是吗？那我把窗关了。哎，我先给你道个歉，我刚刚说你脸大。你自己看这一张，你的脸有多小？你再看那一张，尺寸不一样好吗？你自己看自己的脸。你说什么？就是一样小，我就很宽松。应该不打紧，我刚刚有点红，你可能要遮一下。嗯，就遮一下，我觉得得遮一下。你看女孩就很关心女孩，对，让超越去跟中中说你的衣服后面被剪开。七哥你控制欲太强了，你先玩一会儿好不好？你玩一会儿再给我。需要怎么喊啊？就是摁住这个就行。你可以先试试，你先试试。你这咋整的呀？不知道，可能刚才是抹嘴的时候。听到吗？听到点头。什么声音？我不知道。因为没有人值得我把枪掏出来，我都那么爱你们。听到吗？听到了，点个头，点头。啊，有幻听吗？这个。超越，听到吗？听到点头。他没听到。超越，你去跟中中说你的衣服后面破了。有幻听吗？我们刚刚每个人表演了节目，然后轮到你跟汉哥了。汉哥说他跟下一个来的人一块表演，你表演什么，他表演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中中后面衣服是开着的，你跟他说。什么？我走了？不是，哎，你们别没事了。超越走了？怎么走了？走了。超越。这位嘉宾怎么回事？他好像进来梦游了一下，然后就回上床上去。他没有想好才艺是什么吗？可能出去练习一下。今天晚上是怎么了？这个太搞笑了，这个怎么这么搞笑啊？哎，我都想进去玩了，就很奇怪哦。想好才艺是什么了吗？啊？刚出去练习了一下，才艺是吗？我出去练习什么？才艺吗？好，那个这样，好了，超越，你顺势可以坐到小丁跟汉哥中间。哎，小丁。哎，你们这个位置，哎，一起坐。一起坐，这是啥意思？来，我们一起坐，对，我们就是好朋友，对吗？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我特别喜欢威廉，尤其是你倒酒那个。感觉就是很酷。那你去坐那儿啊？对啊，你就坐我们两个中间干嘛？拉踩是吗？我喜欢我这个节目的元老，我想坐哪儿还不能坐哪儿吗？那你原始有汉哥多吗？元老？就坐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想跟威廉握一个手。你是有肉、
哇，这个原石好看啊！这是上一期的，这不能转。我好像懂了点什么。他们觉得有任务，对我也觉得。你们有什么任务？我也觉得。你们觉得有任务？我没有，我不知道。中中和君杰他们好像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了。超越，这样你可以突然间一会儿找一个话题说，能不能跟威廉拿着 vivo S7 来个自拍，并且要让威廉夸这个照片拍得好。哎，威廉，我可以给你拍张照吗？好呀，我也想。要我来拿吗？啊，可以。哇，这真的超赞，好不好？之后呢，就微博见了。哎，怎么样？这个照片拍的 OK， 拍的好看。感觉用这个手机拍的，就是还挺清楚的。是的，很清楚，特别的棒。好，超越，差不多了，很完美，非常完美。然后现在你可以把那个耳机跟这个对讲的那个线拔掉，我可以跟大家一起说话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这是在干嘛？我就你看到刚刚坐在这儿，超越。你看吧，我就说有任务。对，就是他有指令，他说让我干嘛就干嘛。啊！亲爱的心动小屋的朋友们，好。现在我们要干什么？可以，大家一起拍个照片就 OK 了。哎，好的，当心哦。哎，你没有拍到这儿啊。三、二、一。